快身的状态，主泵进尿管相换连接管线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进尿管分别是雾化气管、固化剂的雾化气管、切割器的气源、固化剂管和树脂管这四根管子。现在我们把它连在主泵上。这应该是树脂泵。树脂管，这是固化剂管，注意这儿有一个卡套接头。固化剂的雾化器件也连上，这是切割器的供气管。把它拧紧，好了，下跟那个主泵的连接管线已经连接完毕，一共有四个：树脂、固化剂、固化剂的雾化器和切割器的一个器线。管子有15米长，我们到时候工作的时候要把这个管子顺开，要顺开。现在的话，泵和枪已经连完毕了，挂了。泵和枪连接完毕之后，现在把这个16的供气线接上，接在这个进气口上。好，接好之后，在工作之前要检查这个油杯里面要倒满机油。雾化器里面要加上缝纫机油，这是润滑工作过程中润滑中必须的。好，现在是可以具备工作条件，我们开气阀。现在具备工作条件。还到了。你可以甩着睡着跳。
咱不要那个。看了一个这是嘴实就卖不就烂，因为它它不同的组织不一样，它就不好吃。这个的话，你水平咋那么差呢？这炸就完了吧？但是别觉得血压增高了。